还有拆到后面的时候，剩下来的小一点点，还会出好东西。这个螺丝刀也能搞得出来吗？不会，所以那你就搞啊，小心啊！干嘛？先把锤子把这些钉子给我除下去，拿到外面锤子。挂槽里小小的也有。这边都没什么用，费卡青蛙皮的，这些品质就好。也还有雪花棉的，像这些可能就要稍微留大件一点了啊，特色性少。费卡的料子也要薄得很大力。后面这里有表现呢，这个费卡皮很少见的，因为它的皮很硬。你看这个费卡的吗？看似费卡的，水翻砂？不是，也不是水翻砂，或是什么？那就这一份先切嘛。这个就是细腻，细腻到画的比较好。这边揭阳有一句俗话，就叫做木纳性质。它木纳性质以前是木纳专门指一个长孔，现在是指一种肉质，画得好就叫木纳性质，种非常好。像这个如果能够切到有一件这么大的界面，那发大财了，总够啊，但是总够，总够这个色出来才会值钱呢、啊。今晚等灾后人今晚欠我们啊，记不记得我那一份？你刚刚伟两个人老是说我那石头切不出来，后面切很多满是界面的，就是这种碎碎的切出来的。不过看是没什么机会啊，因为它太碎了。这只要是薄这一张上面这种嘛。这里它的这条裂是往这边斜的，所以你看到的牌面是没有的。反正石头就是薄嘛。这个石头越看，我就刚才说贝卡的皮很怪，没见过这种皮。现在回想，认真看一下。应该是后江的石头，听着场上的老前辈说，后江、会卡都属于同一个矿脉上的，还有南齐，切吧切吧，动手吧，老规矩啊，没用的先切掉啊。研究，这个石头刚开始拆都是很难拆。还要拆到后面的时候，剩下来的小一点点，还会出好东西。开始都是先把那些糟粕去掉。这个位置是没有种水的，打算放气的，但这里的时候种水倒很好，它可能是这样整个这样斜过去，铺掉皮来看是正确的，它的裂是斜的，这里是一层甲虫裂在这里，神仙也看不到是什么鬼的，这条裂这里是这样子的，到这里来是不是切，然后这里找个位置切，然后把它敲下来更好，你看我的意思是说切到这里来，切到这里来，然后这边这样切一刀过来，这样不挖个背啊，咱俩没背不要等死，不要等给修修，那个准备都调一下，车脚，先落，再打个水龙，哎，稍微多，该洗我们打湿啊，今天，哇，这个有骨龙，哎，就有个刚刚有骨龙的，慢点洗完走。哦，这下面的下面吗？它那个裂好像没进去，那甲虫裂没进来。这种好像这种没事，也不会伤到，就拿出去手切就好了。这份料子是这样子的，它的白是够白，肉够细。刚才我这份料子我研究了好久，你看这里这样，我们把边倒一倒，你小件嘛，都是女性，然后相称用的。我在想这里刚好有一层颜色，可是大概跟你说做佛，刚好这里做一个布袋，然后其他随行就可以了。就是一个头出来，然后其他的肚子也要出来，因为它刚好高低位嘛。嗯，然后就这样子做镶嵌的，这里刚好有绿色，这里袋口在这里甩过来这个布袋，然后孔才可以上面挡。嗯、啊，这里有一条裂，很凶猛的。但是你这样看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这样看的是白跟绿吗？是不是？这个裂是这样子，它没有裂穿。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制作，你知道我们战国有那个刀币，嗯啊，是不是有个钱币差不多这样子形状的？是差不多，直接把它杀上来，务必做到仿真。我们做战国时期的仿古龙，白跟绿色的又可以分出来，当然这个绿色有点脏，后面就是要随行的去压它。这个是什么币啊？秦半两？不是，秦半两是圆的，大哥，天圆地方就是这个，知道吗？这个才是秦半两。这样的话，它就是有裂我也不怕。这一件你看，这件是最大件，效果出来肯定是好的。这件肯定要把它切掉的，切的话我们就尽量留一件大的，这里做龙，做生动一点点，让阿伟去做。阿伟叫过来，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小妹爱故作弄假，你都有个叻色嘅做对，叻呢做个正面嘅，对定咯，先拉钱咪好仔喎，唔知这个位置先捞空嘅，以前俾个叻嘅半块地球，牙都烂晒。你睇有咩做对呢？还有另外一个，告诉你们，这只是开玩笑的，这个主要还是做龙，我是告诉你有另外一个做法，把它切得这么小，然后这里写一个八字，知道吗？上面绿色的麻将，不能那样子做，不能那样子做。这位都是偶尔牛的。哎呀，偶尔牛的啊，比较水性嘛，今日主要水性。就是白家食个崩溃，你做咩好酸？肯定就吃掉了。一卡加咩一卡轮哦，做咩好酸啊？前面你食黄梅眼里头，我要的是那一种感觉，白色跟底分开。这件大件的留给你，这件用白色的做底，把大部分的脏去掉，留下一部分脏，看起来颜色比较好的一部分脏巧。比如说你这里敲只鸟，就像皮雕一样，其他的全部打掉，留个位置出来，做一只小鸟。或者你可以这样子啊，你一个枝杆上来，荷叶的枝杆上来，然后上面站一只小鸟，那个感觉就出来了。所以脏的东西留一点起来，它会有用。是要在这边用还是这边？
跟右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把大部分都打掉，然后其他的它是完美的嘛，就是把底顶进去，其他的全部打掉，就留下一点点，它那个感觉就出来了。你觉得是脏吗？看料子怎么用啊。这个料子气都气死人了，这种种这种色，它就在上面一点点，这是那个面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下去再也没有了。然后这里留一条痕，你说它裂，它还真不是裂，现在都把它当成裂处理了。这个就是马牙，做小动物，做小动物来避它。这个交给你们，这些就是先提出来几个方案，也是大部分材料以后要这么雕的。这个做随行，我们这里做一支笔，有一定元宝，然后这里随行做一个如意，笔定如意啊！你得这个人有多大的才气，还可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可以定生死啊！人家说叫什么？那文能提笔安天下，笔定如意啊！先做这几件，然后做出来效果好，这些做下一期。份的这一些我们就用皮色来做，你看它看起来就整个底是白的，然后上面你看这底一白，这色看起来就特别的好看，非常的有特色。这条鱼也是青色的，伺机而动，非常的有趣味。我个人呢很喜欢这种有趣味的一雕。还有这个有什么意思吗？笔定，然后呢加深钱的那种吗？笔定如意，就说你这支文笔啊，我知道文笔，你这支文笔是可以让你人生如意啊，好好读书、就是你这支笔定下来，你写下来什么文章才能够让你如意。阿伟是要批评的，他把这个做出满色感，原来这里是白的，如果白的少绿的多，它透过来它就是满色的。你看这个白的明显吗？它不明显的嘛。还有这一件厂长省工了，我叫他搞个布袋，他布袋直接搞没了。还有这个去查资料了吗？属于什么币型的？不知道，刀币、不是不是刀币，不是刀币，就是刀子形状的嘛。哇，还有这个料子，你看有这么好的位置，这个镶嵌出来肯定美得不得了。但是最巧的是这种，你看我们把这个绿皮巧出来，翠鸟，这个大部分都是白的，因为太多我怕它掉下去。这个笔定如意，这什么叫笔定如意嘛？你文章写得好，策略写得好，读书才会如意啊。所以呢要好好读书。这个又失误了，你再看上面只有一层一层那个绿绿的薄薄的一层，现在没有了，总还是很好的。估计看不清楚吧，看得清楚吗？我这里看不清楚，阳光太刺眼，这样就能看，在阳光就看不出白，这样就看得出。他手上拿那个珠子也是白的。总最好的是这一件，真的是太好。这一件做出来我感觉是非常成功的，它白底然后颜色的巧出来，为后面怎么去做东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，也为我们以后在市场上看到皮色薄薄的，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个，因为它可以巧。这件真的太出彩了，巧的话甚至这一件比这一件要出彩的多，因为这件看起来很有趣味，像这一件市面上就看得比较多，虽然它大件满色，当然价格的话这个要比这个好多了，好太多了，去拍吧。